இது入境，小姐就是这样。啊，你讲拢出国？去台中。哦，台中啊。我来陪哦，国风，我来陪，做一起安尼啦。哦。我这久拢无来。你是那边有开花园子？哎、欸，不是，就是国民那个中华医疗学会哈、哦，它的一个学会下面，那十一月中有两岸交流展，那时候再请老师来那个参展，好啊、有六个省的国花院院长会全部会到。当大事情，做大事情。那我是从那种。老是从文化底出来的、啊、我是从那个社会面这样找一个交集的。对呀、啊，他们这一两天就吴伯雄就过去了，去安徽哈、哦、有一个那个文化交流，名义上是文化交流，对，实际上是国共接触。当然了。你不能到处不能明目张胆，因为现在我要跟你会谈、嗯、这样子，现在也是一个趋势。他们想来想去，还是说用书画哈，以这个我比较书画来单纯一点，做共同的那个主题哈。叫什么名字啊？李梅安，广东人，他是书法的，他是基隆书法写的最好的。哦。那写的第二好的是一个那个刻墓碑的一个师傅，叫什么龙啊？其实台湾很多卧龙藏虎，这基隆我觉得台湾的比较精细。像老师也想，70岁以后才，才开始。因为，不然一直记得哦。所以，另外中央研究院里面有一个岭南画派的一个画厅嘛，有没有？你不要去看吗？没，老师你也知道，老师做本多出门的啊。我就是讲，就是说你当初来台湾的画家，你也要想办法要跟上面有结合啊。对呀、啊。他才帮你弄一个博物馆嘛，在甚至在中央研究院哈，啊，伊东西就是四角亭，基隆四角亭一个盖金宝山的做墓地的哈。金宝山的后裔。哈、哦，有够多。一五级嘛哈。嗯。哎，他就刚好不晓怎样就认识这个，岭南的那个。郭宏年的，然后他在101旁边盖一大栋房子哈，送他3间房子，对耶，不用钱哦，就是他把他打通，给他做画室哦，
好像跟他交换300张画，第三百张哦，我直接出三百。小回这美术馆不能都是这样，以前那个陆友谅哈，那时候他是总统的那个代笔哈，那个来来要一楼给他，他说他不要，结果总统死掉了，他去找他，他说你那时候不要，我现在也不要，哭得要命了哦。不保时间啊，他那时候很清高啊，出门哦，出门都是带那个自己带水啊。那个国务纪念馆的是他写的，中山画廊也是他写的。是陆友谅，是总统17个代笔里面写的最好的，也是最年轻的。啊，他总统就跟他讲：“你跟着我，还要去，还要去进修，还要什么啊？”啊那个陈立夫哦，因为他比较聪明哦，他就赶快去拿学位。对呀、啊，所以他。他那个总统死掉了，蒋经国还是聘他为叫做是参议还是参议，对，还是给他参议。但是年龄到了，一定要退下来嘛。一个小房间这么小，有薪水，看起来真的会掉眼泪。他说，大陆的人都说他跟着蒋中正，怎么会没有什么没有什么？他说他真的两袖清风，他连买一个齐白石的那个画册的钱都没有，你看那么齐白石的画册都没有。他说艺人是11月9号展览王老师的，十月八号，对，你10月8号在国内吗？10月了，在哈。啊、我们再去国际的老师给我一贴纸，帮我送，会送画痕。会，那个哦，孟郊的到现在的请先过去了。啊，下，不重要吧？哦哦，对，重要的做艺友协会的秘书长嘛，还有大陆他负责的。对，他是真的能办事情。因为他是基隆出身的嘛，他刚好是基隆的这个绘画班跟。本来基隆都要请我去当那个社教，刚开始的时候创办的时候，我那时候不晓得基隆多远。不要，没有想到基隆是真的很近，这么近，他还想象很远。他要，因为我那时候是台北市政，李可没去高雄啊，三峡呀，我住三峡，他、我就住三峡，我哪我啊，不是那个，李美术，对了。你在讲的迄、那个，你迄、那个迄，我那三峡对了，迄、那个叫做什么个啊？清，啊，清水祖师哦。清水祖师庙，清水祖师正常了。那时候、我有画一张梅花，不晓得有没有刻上去。看老师画画。那时候是老师还很小嘛，哈，人家说要那个。画一张画是吗？哦，好，等一下啊，好，放了，好，那时候老师很年轻啊，按那个。很多大陆的那个碑，什么碑什么碑也都要老师写哦，不敢。小姐，给你刻了那个石头吗？是啊。那差不多你就干，你来不干？
啊，就是。咱们在开玩笑。啊，无蔡凤鸣啊，好。无啊，凤鸣啊，老师是太甜。对啊，不一样。差在这里。今天无来。不懂。今天你淡忘哦。无来。啊，计有诶嘛。伊嘛是画到我伊个。我爱讲画到一半，拢无时间，咱无画啊。啊，人讲伊画啥，伊讲伊不懂啊。